但是跟他们跟他们说话的都有感觉啊，我觉得是受制于众生的太多太多了。从信徒的身上我得到很多，学到很多，但是呢，我能够给大家的真的实在是太少太少。他们说这个南普法师这个要求很多，我很怕他啊。其实，那我想为了这个解除大家对我的恐惧，我想我们先唱一首歌。也就是要改变大家对波斯心的这种第一个不太正确的观念，第二个就是那种恐惧的心啊。因为我们知道啊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在这个《释经弘法》49年了。《经》其实跟我们儒家思想里面有一部经，它的体裁非常相似，是哪一部？我们四书里面哪一部？跟《论语》。